时间让彝族人淡忘了许多古老记忆，而传统的彝族味道却一直保留在西昌的大街小巷。一顿普通的彝族家常便饭，就能感受到彝族人对饮食文化的传承。而在今天的西昌，人们不仅追逐传统的彝族味道，也热爱那些改良的传统美食。吃货们游走在大街小巷，用自己的镜头记录新时代彝族美食的登场。等等，是不是放错了画面？这个西装革履、声音极具磁性的男人，是凉山州电视台的播音员。而在网络上，他则是一位美食博主，熟悉他的人都叫他小杨叔叔，这个称呼十分符合他的暖男气质。三叔，我好了，可以煮了吗？不对，暖男应该是这样的。如果你把播音学了的话，你就不止一个女朋友了，起码五个。每当城市夜幕降临，饥饿的人们都在期待着美食的指引。换下西装的暖男主播也换上了他的另一副面孔。小杨叔叔从没有让大家失望。穿行于西昌市的大街小巷，为饥肠辘辘的吃货粉丝们带来新的味觉指引。这家名为洋娃鲜肉烤串的烧烤店。西昌的夜晚呢，其实都非常的喧嚣，大家都喜欢在外面坐一坐玩一玩。到了夜晚也会有很多朋友来到这个店铺里面一起来吃东西。你看他们家有很多的好吃的东西。走吧。虽然老板是来自回族乡镇的汉族人，但在西昌烧烤界打拼多年，他们身上也有了彝族人的豪爽。这家店由一对兄妹共同经营，哥哥不善言辞，做的一手好菜，烧烤的功夫更是有着打遍西昌的实力。而性格开朗的妹妹主要负责店里的指挥工作。好了吧？好的。好，要点。哇塞，要点。那我先照一张。作为一位资深的美食探索家，小杨叔叔多年前就在西昌竞争激烈的烧烤市场中发现了这家店，凭借吃货体质和老板成为了朋友，一有空闲就会来店里。高超烧烤手艺，再加上老板热情豪爽的性格，让小店积攒了大量的人气，还有许多人慕名而来，这一来二去变成了店里的常客。很多客人就是经常来的客人，说来到一次，他下一次吃烧烤他又到我这个店子里面。每家烧烤店都有自己的看家烤品，洋娃家也不例外。烤牛肉片，这是常客们必点的解馋利器，选用当天先切的肉，每块肉的大小由哥哥亲自把关，轻轻放置到烤架上，炭火猛烤。撒上一把辣椒，真正考验的是师傅对时机的把控。在烤牛肉片的江湖，犹豫就会败北。相比于火爆的烤牛油，烤鱼腩则需要精心的照顾。
鱼来自琼海，是坐落在西昌的内陆湖。鱼腩油脂丰富，在慢火的炙烤下外表微脆，而内部还保留着鲜嫩质感。一口下去，皮的焦香，肉的绵密，再加上一点辣酱点睛，滋味美到无法形容。这家店的老板是来自回族乡镇的汉族人，但是我们在他的店里面点了一份很典型的彝族菜——洋芋酸菜汤。凉山的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着深刻而美好的民族融合，能够作为时代的记录者，我很开心。洋芋酸菜汤，一道极具代表性的彝族美食，略带酸味的口感正好可以化解烧烤的油腻。一口肉过瘾，一碗汤解腻，这就是最佳的组合。我觉得世界上就两种烧烤啊，西昌的烧烤和其他烧烤。西昌是我的家乡吧，所以有一种家的味道，它的味道确实很好吃。我觉得这边的食材比外面好很多，因为这边会原生态一点。西昌的烧烤和外地比起来，就是少了孜然，比较有多一些它食材本来的鲜味，对，很自然。你这个肉啊，就是一条牛身上嘛，最好的那最好的那个部位，只有大点的牛肉啊，大点的牛只有20多斤，一条牛只有20多斤，其他的鲁哥我们只买那个部位的肉来做，为什么那么好吃？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，这个就是我们店的这个最大的一个秘密。我们这边的人来，他会点很多菜来吃。这我们凉山这边就是说，大口吃肉，大口的喝酒。茶足饭饱，小杨叔叔告别了老板，他今天准备早点回家，因为明天还有一场彝族美食的终极试炼等待着他。第二天一早，小杨叔叔就带着自己的闺蜜团出发了。这次他们要去的地方是离西昌市30公里的安哈镇，山上坐落着大大小小的彝族村寨，当地政府在这里修建了旅游度假村，人们可以在这里欣赏美景，体验彝族风情。经过了长达1个小时的路程，小杨叔叔和他的闺蜜终于到达了安哈镇。虽然今天的目的是为了期待已久的美食，但是难得能远离城市的喧嚣，小杨叔叔和闺蜜们也都想置身。没空关心美景美女，鲜肉拌料烹调，有着几十年厨师的经验师傅做起来有条不紊。彝族人对于猪肉的热爱，使它成了火盆烧烤的永恒主角。
焦香的外皮混合着胶原蛋白的 Q 弹口感，烤出的油脂再配上辣椒和黄豆磨成的蘸料，一口下去在嘴里形成了奇妙的味觉刺激。要拿一下，好香啊。太有趣了哈，对，而且除了烧烤，师傅还为小杨叔叔的朋友们准备了彝族的传统美食坨坨肉。好吃的坨坨肉不是靠香料烹饪出来的，鲜美的味道来源于食材本身。猪肉产自大凉山特有的小黑猪，这种猪肉质鲜嫩，有着比普通猪肉难以比拟的口感，这是只有大凉山才能找到的宝藏。接下来师傅做的是酸菜鸡，将鸡肉切成大块，放入辣椒花椒爆炒，锁住鸡肉内部的水分的同时，让鸡肉的外表略带焦香。炒制过的鸡肉放入水中炖煮，最后放入酸菜，给整锅汤注入灵魂。说到彝族的这个饮食，给我印象特别深。我第一次接触彝族的饮食，应该是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爸妈跟我说过，他说汉族人家和彝族人家有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关于剩饭的这个问题。汉族人家就希望我今天置办一桌饭，我们一起把它吃完，吃完多好啊，圆满，对吧？说明我准备的刚好。然后其实还有个私心，就是我手蒸起来比较好打针，简单，对。但是彝族人家就是你一定要剩一些东西下来，就说明我准备的非常的丰盛。对对 对, 对 你吃不掉，你吃不完，我主人特别大方热情，而且特别有面子啊。对，所以我妈说，哎，你去吃的时候不要太懵了，这不吃又养不得。酒过三巡，肉过五斤，小杨叔叔和朋友们围坐在一起，烤炉成了取暖的篝火，回忆回忆年少荒唐，抱怨几句工作繁忙。不知不觉中，小杨叔叔也已经到了和朋友聊聊柴米油盐闲家常的岁数。天色渐晚，姐妹们准备离开。虽然她们生活在离这不远的市区内，但她们知道，那些记忆里的味道，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。在八木大叔的凝视下，炉火上的酒一滴一滴蒸馏到酒缸，漂浮在村中巷子里的酒香，给宁静的村庄增添了一丝魔幻。美食促成了这个时代下为数不多的灵魂交流，有酒有肉，相逢即是朋友。无论时代如何变化，不变的是每个彝族人内心深处的味觉记忆。相遇在远处。